记者欧素美台中报道，台中市谭雅神工业厂商协进会今天捐赠60条救灾用水袋给台中市消防局，以协助救灾，回馈社会。消防局主力杨元吉表示，水袋在救灾的高温环境中容易劣化，消防局虽每年采购补充，仍无法及时汰换，影响消防人员执行火灾抢救勤务的安全及效能。感谢台中市谭雅神工业厂商协进会康济捐赠。这项捐赠仪式今天上午在丰原区的消防局第一大队举行。台中市谭雅神工业厂商协进会理事长黄家在代表捐赠价值20余万元的60条水袋，由消防局主理杨元吉代表接受，并回赠感谢函。台中市谭雅神工业厂商协进会理事长黄家再有感于潭子、神冈及大雅区工商业发达，为提升火灾抢救勤务的效能，决定补助购置消防水袋供第一大队谭雅神区消防分队使用。由于多数消防车使用的水袋为2又1/2宽，协进会今天除捐赠60条2又1/2宽的水袋，获知大雅消防分队还有较小型的消防车使用1又2/2宽的水袋，再加码捐赠价值5万多元，共25条1又2/2宽的水袋给大雅消防分队。消防局主力杨元吉表示，水袋在救灾的高温环境中容易劣化，属消耗品，消防局虽每年采购补充，仍无法及时汰换，感谢民间捐赠，十分实用。消防局第一大队则表示，谭雅神地区每年水袋消耗量约200条，因车辆行驶碾压都容易受损。除了呼吁民众救灾时不要围观凑热闹，看到水袋并应绕行，以降低水袋的耗损。